如何分辨高雄人？怎样才可以分辨北港高雄人？如果会这个问题，霸屏是高雄人。简单啦、啊，就是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毒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，我的是高雄人。不然就看他骑机车，高雄人一定会用北港特有的两段式左转。如果连红灯也抢得到对面，绿灯时逆向抢着跟行人一起过马路左转，黑的是高雄人。会说六合夜市、孟时代、西子湾，那就可能不是高雄人。北港的高雄人一点隔离一水丰、金钻或凯旋夜市，因为六合夜市是给观光客逛的，不是在地人想要逛的。不然就问他有没有去过加水站加水的经验，就知道他是不是北港高雄人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